好，那我们在进行这个逆龄的五线谱按摩法之前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位已经从阿姨变成姐姐的姐姐呢，来到了我们现场呢，我就一整套的护肤保养来做分享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洗完脸之后，第一个步骤呢，大家可能都会使用化妆水、精华水。对。那我觉得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呢，我们给自己肌肤喝的水呢，里面也需要带有一些养分。那我们搭配化妆棉来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先做局部的轻擦。我们洗完脸之后，可能脸上如果说还有一些老废的角质呢，我们可以透过轻擦来帮我们肌肤做二次的清洁，这是你以前说的轻型去角质的方法， 对吧？轻擦，然后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进行轻拍，轻拍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的话，我们脸部的肌肤微循环会变慢，对，那透过轻拍的话，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加快它的循环，那我会建议依照你实际的年龄乘以二，哇，大家不要觉得多，小一哈，你得拍80多条。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100下很多，比如说我们从鼻翼到苹果肌到太阳穴的话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那也不多，这样其实就10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寸肌肤都不能够错过。第三个动作呢，轻压安抚，就好像帮我们肌肤敷一个快速的水膜一样。保持几秒钟，对，维持大概5秒钟的时间。保持几秒钟比较好。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两颊比较干燥的话呢，我会建议你在两颊的时候停留大概10秒钟。哦，好。那就算你之后需要上妆的话，你的妆感呢也会更加的服帖，整个肌肤喝饱了满满的水。我们肌肤已经透过了这个化妆棉搭配精华水呢3步骤，我们可以看到右半脸，它现在的肤色呢应该是比刚刚更加的透亮，这半边白了一些，是有效果的。对，在进行按摩之前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话就是脸上呢一定是要够滋润，含油量够，不然的话我们干手干脸，对，会摩擦到我们的肌肤，反而会起到反效果。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抗老类的精华，然后我们可以先在脸部呢涂抹一些精华。护肤品的选择也是需要有点调整，随着年龄增长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胶原蛋白越来越再生力可以增加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胜肽类的一些成分。好，如果说你要预防眼周的一些松弛问题的话呢，眼霜是一定必要的。好，而且要用的越早越好。对，越早用越好。比如说眼周的话，我们要加强它的一个循环，改善这个黑眼圈的话呢，它可能里面会添加一些像咖啡因的一些成分。但是我们在全脸的护肤品里面呢，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添加的会比较少一点点。然后再来是眼霜的部分呢，它可能在质地上会更加的细腻，然后这边提醒大家，在眼霜的涂抹呢千万不要太深，因为我们眼周的皮肤呢比我们脸部肌肤还要薄还要脆弱，所以我们要涂到我们的苹果肌上缘这里，就对眼睛要稍微大方一点，带到苹果肌上缘。整个这里原来是这样。是，好，我们现在先轻轻按压涂抹，涂抹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再上个面霜。好，好，那我先均匀的先涂抹在脸上，马上就来进行我们这个五线谱的按摩法。就是一定要等到它这个是很滋润的状态下，然后马上来按摩。很滋润的一个状态之下，我们再来进行按摩。我发现你的面霜抹的也很多，是可能是为按摩做准备。对，为按摩做准备。好，第一条线的话呢，我们从我们的下巴沿着我们的轮廓线拉提到。来，我们可以稍微往后仰一点点，往后仰一点，好，往上拉提到耳朵的上缘，对，右手拉提右脸，左手固定，右手拉右脸，左手做固定，那每一条线至少按摩8到10次，8到10次，好。那如果说你在按摩轮廓线，按摩到一半呢，发现中间有一个障碍物出现的话，哎，有没有人在这边有一个硬硬的东西？咬肌。对，每个人咬肌肌肉发达的程度不一样。如果说你咬肌特别发达的话，可能脸型呢看起来就会比较大，所以你在按摩第一条线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指关节先去舒缓一下你的咬肌。好，那第二条线的话呢，我们接着要从嘴角开始，嘴角往上拉提到耳朵的上缘，也是耳朵上缘。对，我会觉得我把我的妆全都擦掉了，擦到耳朵上了。第三条线从我们的法令纹沿着我们的苹果肌拉提到太阳穴，阿姨记得好清楚。那我们这个力道呢，要让自己的肌肤感觉到有上扬拉提的感觉，力道太轻的话也不行。对，然后再来，
眼睛从我们的内眼窝沿着我们的下眼睑拉提到太阳穴，对，第四条，改善我们的眼尾松弛，还有眼周循环不好的这个黑眼圈。哇，真好。好，那最后一条的话呢，从眉心经过我们的额头，拉到发际线往上去做拉提，固定，拉提，固定。就你这样提着的时候，阿姨这边脸和这边脸真的是有区别的。是，哇。好，最后我们再大面积的去做安抚就可以了。好。好。哇，真的不一样，阿姨不一样。谢谢谢谢嘉宏，谢谢谢谢。所以小马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你刚刚仔细观察以后，你觉得是不是阿姨的效果还挺好的？嗯，效果还挺显著的。嗯，所以你要给阿姨买这些产品哦。好像我们这期就为了卖产品。其实产品只是一部分，其实手法和你持之以恒的这种坚持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好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也收集了大家的一些想法，我们来看一看微博、微信和我们的小程序端，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跟我们分享呢？哎，来，时代在进步，妈妈在变美，跟妈妈做姐妹真的好幸福哦。这句话你说好奇怪。对。我妈还是我妈，对吧？对。来，年轻真好，妈妈真好。是的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除了这些哈，我们还要送给这个妈妈们一个礼物，就是我们要给妈妈做一个精致的夏日妆容。这个任务呢，我们就要交给小爱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是的，接下来交给你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小爱。